易水命池。哎呀，可石头啊，特色。这线才68块钱一斤，也是猛的很。哦，这线才都是这样弄的。嗯。哎呀，看了吗？啊，这现在这都是68块钱一斤的狮子头，比牛肉还贵。哎呦，这，快来快来，一个狮子来，一个狮子。弄了20斤，来几个伙计，一人一滴溜呗，别的也没啥给的，你看我这。也是个老金刚大爷，那老金刚大爷，哦，表姐大爷，我走了。哦，哎哎哎，好，哎，慢着，哎，好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闷死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兄弟来了，来，你这是先大声，你再说，嗯，一喝酒命都忘了个账了呗。行吧，这个老红猪，行，68块钱，68块钱一斤的咸菜，你回去你尝啥啥味儿都知道了。行，我弄两斤，咱缺脚吃。啊，行吧，大大的辣椒哈，大大的辣椒，哎、嗯，会理啊，哎呀，会理，也会啥的理啊，还会理。行，哎呀，这个老红猪，这儿喝着，还有赛蒙没有啊？这儿的柠檬皮儿啊，哎呀，闷狠了。